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没想到让一个热水器给破坏了。你这不是因为热水器，是我姐。啊？啊！我姐跟我发信息，说她说漏嘴了。我马上打电话给沈哲，让他回来集训。哎呀，幼不幼稚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快点回去吧。那你回去路上也要慢慢开啊。那我上去了。走了，拜拜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拜拜，慢点开车啊！到了给我发信息啊。